南天后宫过过香炉的这个徽章，我们要来压制一下他的灵气啊。掌声鼓励，经典画面请大家拍起来哦，好不好？接下来邀请全场的队友用你们最大的掌声加欢呼声来欢迎台南棒球反指标人气 YouTuber 台南 Josh。 好的， Josh 来到了现场，虽然他穿着我们台南四百的球衣，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他身上有一个我们从台南天后宫过过香炉的这个徽章，我们要来压制一下他的灵气哦。好的，那请问一下 Josh， 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开球捕手邀请到的是莱恩，准备三二一，请开球。哎，漂亮的好球，但是没有人敢接，掌声鼓励。好的，那也希望呢这颗好球可以呢为我们今天的世军开启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时候莱恩呢要带着这一个打击板哈，到这个投手出来帮跟我们的教室一起合影。好，我们合影站远一点，站远一点， OK。 好，这个经典画面请大家拍起来哦，好不好？那呢也要再次感谢我们台南棒球反指标，谢谢我们 Josh 特别来赛前为我们进行开球，谢谢。